高雄光荣码头小海豹棚地震一瞬间，居然海面满满都是鱼跳来跳去，水光波动就像沸腾一样，民众边排边惊呼，简直太惊奇。真的，哎，地震的时候，哎，看这些鱼，好多鱼哦，好多鱼哦。哎，你看这些鱼都跳起来了，哎，地震，哎，真的，这些生物对这种地震，一大群鱼变成小光点，疯狂跳出水面，散布的民众当场目击难得一见的奇景，鱼儿居然被震出水面，还有在高雄茄萣，渔温里的鱼也都吓到跳到路面，超多只鱼躺在马路上还不断拍打身体。 掉下场里，池水被震到左右摇摆，像大波浪疯狂摆动。民众掉虾掉到一半，超惊慌。突然就是整个很左右摇晃，水本来很那个池子应该是很高，可是水整个晃出来，对啊，所以就觉得很可怕。 第一次看过这么大的海浪啊！池里大波浪，里面的虾子也吓坏，但钓虾客人却超淡定，所幸没有人员伤亡。而在高雄凤山中正玉孝前的马路，有大水管被震到破裂，马路大淹水。 水花不断从管内喷出来，整个路面淹成小河，造成近千户瞬间停水。到早上还有300多户没水可用，紧急抢修。一场地震天摇地动，把鱼给震出来，简直前所未见。记者赖冠璋、罗彩瑶，高雄、台南报道。 它是澎湖浮鹏喜来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小小一瓢啊，可是有大大的学问。里头有很多像是呢，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，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，因为它里面有球蛋白，也是加分再加分。